浩浩吧。稍等一下，你先问别人，因为我的那个对象在过安检。哇，真能演呐、啊！我那真能演。哦，不是，喂，看戏言，景哥，行，再叫你，他在过安检，再飞一会儿来。好好，那我们再换一个人，现在请确认你们的答案。能不能 care 一下我的嘉宾啊？我的嘉宾过了海安检很久了，他要登机了。啊！不是你的嘉宾，我们是这么觉得，他已经起飞了，我们是这么认为的。再不问他，真的要起飞了。好，你说吧。我给的是黄景瑜。那你问黄景瑜上一次跟我见面什么时候？谭健次问他上一次跟你见面是什么时候？去年，他说。今年才过了几天呢？哦，他说你们一起在海边呢。我跟他在海边。谭健次，对啊，哦，对，就在海边。行，我都不想问了。好的，那我们提问结束。第一位电话那头的朋友是谁呢？哎。啊，你的信号不行，超哥，超哥，是超哥吗？不是吧，是超哥。你好，星期六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景瑜。瑜，你不信我？是你啊？啊？这次我是临时有事儿啊，没能跟小贾连线。录音，录音，假的，哇！也希望有机会呢，能去你好星期六的现场，去跟大家一起玩。新年了，祝大家新年大展宏图，突然暴富，扬眉吐气，突飞猛进。我就说我什么时候跟他在海边见过？景瑜，你知道多可爱吗？他又特别想参加。我们的节目，所以那是我录的录音吧，多可爱！欢迎景瑜啊，来我们节目玩啊，欢迎。